何人出手干预此战？年轻人，毛毛躁躁，我去过望，缺少心灵的修养。哼，闹了半天又是个老奴才，看到主子要拜，怕以后不知给谁磕头，忍不住出手了。你不知道我家大人在让你吗？还不知好歹，这样下毒手！ 不要脸！范明是你先帝的人叔了，你们这脸皮是特意修过的吧？能扛师兄宝术？我家主人来的只是次神，若是主神亲至，杀你易如反掌。主神，朕只传了他神胎再变的秘法。原来此法他也有修炼。 你就是那个叫荒的吧？不懂得收敛，小心给你的宗门招祸。别忘了，至尊殿堂就覆灭于我先天之手，区区至尊道场，将被彻底除名吗？ 一介仆人也敢威胁我的至尊一脉，祈祷主，误会，这是误会，我只是想带走我先帝传人。我若不来，你也发现不了这是误会，对吧？老七虽说臭名昭著，但是这种霸道，对弟子来说。 当真是最好的保护。不过，他能得此弟子，至尊道场怕是要就此崛起，谁也拦不住了。老七，如果你就此击杀先殿传人，你的弟子也会被先殿长辈针对，你还能护他一世不成？平辈的事，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 我给你机会，让你去与主神融合，看一看你能不能日后再来击杀我的弟子。这一把赚大了！哎呀，这宝戟不错，没有先殿印记，并不是你们的东西。作为我弟子这次胜利的战利品，足够了。有了这杆战旗，我可肆虐虚空，今后就算是天神都躲不住我。哎，滚吧！ 也不知叶禅会不会就此罢休。见者有份儿。